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居家经济正夯 ，Unigym 互动体感健身课程是 AI 结合云端运算的高科技互动体感健身，有专属媲美电影动画做特效的团队，打造光影化互动健身内容，主打将客厅升级为健身房，在家就可以运动，硬体需求极低，只要家中有电视机机上盒，平均每天不到5元就能在家享受健身乐趣，是民众居家健身的最佳选项，娱乐性高却不用花大钱。因为其实他刚刚我有做一些肌力的训练，那跟我在健身房做的其实差不多，就比如说像深蹲啊等等的，其实我在健身房也都是大概做那类的动作这样。网红薛薛今日受邀到细指观天下数位有线电视门市，实际体验 Unigym 的体感互动健身平台，搭配有线电视系统业者就可用的订阅方案，月缴149元就可以畅享内容，内容上有各式各样的运动健身课程可选，而且不用额外付费，让平时也有上健身房习惯的薛薛直言，其实能在家运动也很不错，不出门也能健身，很方便。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差异就是它可以在家里，就是有时候其实觉得懒懒的，又不想出门，因为毕竟健身房也不可能是在家里旁边，但这个就是直接在你的家里，你只要遥控器一转，就球鞋一套就可以了。Unigym 的体感互动健身平台，使用有线电视数位机上盒，搭配一个外接镜头，一个月只要149元，就可享有近千堂的健身课程，可以一边观看影片操作，透过镜头及时追踪动作，再搭配智慧穿戴装置来侦测心跳。此外，只要新增装台湾大宽频光纤上网，就能免费享有体感互动平台服务。想要知道怎么每天运用5分钟，让自己在家就能动得更健康？目前在细指观天下门市就有举办临柜体验 Unigym 活动，现场体验结束后还有小礼物可拿，欢迎民众前往体验。谢纯威，细指采访报道。